一个小时前的马迪文先生已经到达机场了，请问你有任何感受，请向大家交代一下。来，打个开门先来。完全是很开心，现在都能送我机油配裤，我答应我等下不可以再裤。你们裤怎样？裤不是裤了，我不可以给人家裤哦。你要不要感谢谁哦？我迟点要给他们看成人衣。哎呀，那个是飞机了，还有屁啊？还有哎，猫的生命危险，还有阿达。不能那个机给我，实在是妹妹还低。在这个车都没有关系，在不在这个车讲一下。在这个车啊，上次感谢和珅那时候还陪我的天，还有感谢澳洲稻香太给了。科科，还有刚刚阿杰帮我带的太好了，帮我带我来。还有感谢爸爸妈妈了，那个是我哥哥，我弟弟已经没有来，他跟奶奶去游泳了。不行，我们三兄弟是不需要东西，还有大学啊，就是这样。Steven， 这个 Nokia 给你嗨，我都怕他送我的。OK， 不用讲了，好吧，继续你是嘞？你帮他讲了，有两个羊包胎哦，有没有感谢？你真的带我，我就送他一个 reference 产品。哇，产品，他这个时候没救你啊！你忘记了吗？没有救够我。我没有救够嘞，你跟人家讲。我拿。要不是我跑得快。不要忘记你 baby 的 LV 耶。我会买给 LV 的。想念我不能看这个 video 就想念我了。哎呦，我在等到我裤子怎么办哦？喂，拿了，拿了，不开你好像。你看，你才重要，才重要了，说。